我睡觉了。就又说他要睡觉，对劲才怪。今天是他奶奶的忌日，应该是想奶奶了。最近一直说怀念他奶奶做的蛋炒饭。哦，怪不得呢。今天的任务，做一份奶奶牌蛋炒饭给你瞧吃。食材准备完毕：火腿粒、鸡蛋、牛肉、胡萝卜丁、玉米粒、豌豆、隔夜米饭，这些都是雨乔提过的，奶奶会给他放在炒饭里面的东西，全都洗干净了。太豪华了，怪不得雨乔对奶奶的蛋炒饭念念不忘，这么多料，做出来肯定很香。吃了比狐狸还狡猾哟！把狡猾的蛋液放入米饭中，关起来，使出吃奶的秘技。